新疆，地有地山神，对他不好做坏事啊。古六行，三年，文字功法天尊嘛。五龙山焚烧洞，烧尽炼炉啊！万那十二门人再来拜师，这是以万世天尊为师了，为天地之化，为仙界还劫，是个古怪大夫，接玉器，做红心本。普红心丹，有的外书的穷子的也一半下山辅助的世纪别做你心痛的王，因为你的王是你贪计毕业，因为贪计是千里河里江来道心，因为你和牛牛啊帝王进香来表示你和娘娘大路叫你天王同三庙千里河里乡来带着你心痛感伤，所以说帝王受你贪计毕业家人做出对九地一霸凌一个炮地带还是中央大神不该技术使得天下国家主要也不好下棋的主法，以后有世纪的天下，我了解，因为师弟太精明，来修对呀，罗刹为道，与罗刹与天顶的灵机主来转世，以后也是世纪开路先锋。然后，我师弟来听先对罗刹。最经济部分因为罗夏不好对于老辈啊来毁害对于金星，所以说不能不完成啊，我了解强家说啊你理解不理派了我多地金车下山不能相做啊，但是阿拉我知道罗夏厉害不会经济啊，强家说我多地也不是的对手，第一次敢说你我专刚下山也这么相助了哟，为水兵啊先别看见相信可以感觉你见好表面我多地金车以及你梦车也你找谁为何国家啦，哦我俩就是了原来是讲我天尊的教诲，希望你救命救命！以前拄枪上山，是啊是啊，不好做啊！也哪了？你身边好挂着的英雄，多谢多谢！哎呀，小子，嘿，我的先人，赶快进来收刀郎哟！哦哦哦哦。你就是罗夏，有啊！罗夏，我叫做文殊功法天尊。我管你什么天尊，但是你别敢插刀啊！你敢相拼啊？你那边插，连你我都怕插没有？哦，连我你也想要怕？当然了。如此论新婚我就是你输比你知什么我输的你师父太精明也就是我输的我都是十二门人再来，如此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做出我
龙不分，今仔要来太老辈代志。所以讲，安尼就是你唔对。天下无白母，恩人有逆心，听书必为。一旦化解这段的艰苦，弟弟兄弟一旦来和好，你想你哦，你敢帅？我跟你讲哦，你若要做无像我老大，我一定连你都杀他。不管讲你是我的叔伯啊，什么人啊，是拢同款，相比啊，都想好。你可别当听我神话的英雄嘞。啊那安尼，你有啥本事你做你点来？我讲会赢着我这个文主讲我天孙无？啊哦，啊你在变假推凶，这边拖咧修理哥哥啦啊！